显示一根尖进度，频道随时开启，供你需要时使用。跳跃装备撑得住，旁路连通成功，风扇已关闭，电弧装置距离30公尺。做得好，体育，已获得电弧装置，返回控制室，系统已准备重启。铁玉 ，IMC 会继续寻找我们。我们生存的唯一机会是与安德森少校在离这里60公里处会合。我们要生存，就得懂得应变和适应。那是友方先锋级泰坦，这里是带枪32，我们伤亡惨重，引爆反抗军的部队，请帮帮忙。那是 BT 吗？我们损失惨重。警告，见到你上尉，我们需要些帮助。警告，我正在攻击多具泰坦。设启动，开启流量调节门。警告，毒物已扩散至大厅，启动安全气压过滤方程式。铁玉，我正在追踪你的位置，建议你寻找出口。局长，这是肯恩 ，IMC 跟反抗军的老朋友们，你们之间不过是沟通不良吧？没关系，那要是没问题。浣熊3号，地球反抗军舰队，我们死守着开垦设施。MC 有某种机制的机械步兵，我们被困住了。铁玉长官，我们小队可被我已在你的行进路径上侦测到反抗军友军，他们也许需要协助。你好，我有援军，是几号了？警告，友军行动部可能造成很快速的死亡，在此设施内，请随时穿戴防护。有毒排放物方正在过滤自动过滤。我听说有些先锋级泰坦和 SRS 铁玉在击杀我的 IM。警告，三 A 区有猎兽尸体，请迅速清除。不错，真是不错。铁玉，小心行事。哎呀，希望你比我上一次干掉的那个强。铁玉，我们的道路将在前方交汇。铁玉。流量调节门挡住我们突破这个设施，我不是对你开枪射击，这会违反协议3。当我没说。真高兴见到你，兄弟。我也很高兴见到你。关闭烂泥流的控制器在下个房间里，你的抬头显示有标记。最后还是得自己来。好了，废物，够了，我来了。这过滤系统将控制转给你。协议2，坚守任务。命令是要继续特殊作业217，跟安德森少校会合。你可没被邀请来肯恩的派对，所以你得死。好好，真好，又一个落跑英雄，还带着一滴 SRS 先锋级泰坦。哇哦，这才像话嘛！
来场真刀真枪的对战吧。废物，让浩鑫上场吧。对不起，安德森。因为微小的安全漏洞，请所有的飞站。库伯警域，我转移了一些 AI 功能到该装置中，在时间切换时就可以通讯。受损日志可能有些用处，开始播放日志。安德森的日志341 IMC 有重大发现，足够折叠时候，这绝对不是同时计划。他们修复它，不管他们的计划是什么，非常危险。安德森完毕。这个已经空了，盛会一定在别的地方。安德森完毕。有大量残存的圣柜能量，这是圣柜的终点站。安德森的计划中有一件靠近轮环中心的侦察任务，那是少校的最后一段记录。库伯，根据你对设施的侦查，